文约小强速读原著。故事要从在我手心里写字的陌生人讲起。45岁的我，却仍是一个有着脱发困扰的贫穷单身汉。现在已经不是乔布斯促成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了，移动互联网已经变得恶俗无聊，人们通通扔掉智能手机，回归基础通话的大变革到来，整个世界都在朝着无趣或更无趣的方向发展。我随手点开了一个网页，头条新闻是民众在市政府前游行示威，抗议钓鱼者对蚯蚓的不人道。嗨，我还是关上吧。计算机抢走了大部分人的饭碗，让他们有空抗议这些无聊的话题。幸好我还有份稳定的工作。为了适度体现冰冷规章制度之外的人情味，政府会聘请社会各界人士，以个人情感因素审批特殊贫困津贴。这份工作不需要任何学历背景，恰好我可以胜任。与此前的无数周一相同，我完成了4个小时的工作，走向地铁站。途中，我偶遇了几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人，正在被警察追捕。出于贯彻父亲从小教育我别惹麻烦的思想，我本能躲避。突然，其中一个人抓住了我的右手，在我的掌心里，他快速地写着什么，然后匆忙离开。整条街道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只有我的右手残留着陌生人指尖的温度。平淡无聊的生活早已麻木了我的神经，这场和神秘的邂逅就像蝴蝶微微颤动的双翅，悄无声息。与好友瘦子饭桌上的谈话和往常一样无聊，我的耳鸣复发，使他的声音有些奇怪。这天晚上多喝了两杯的我倒在床上，午夜梦回，仿佛又回到儿时的农场，我和姐姐在谷仓中玩耍，他拉着我的右手轻轻在我手心写字，让我猜测写的是什么字。我们的笑声溢满了整间谷仓。当我再次醒来时，手心中微微的痒意使我打了个寒战。回忆起今天中午在我掌心写字的那个陌生人，纤细的触感是个女人。我努力分辨着她手指的运动轨迹，一电到 289S。我扑到电脑前，在地图网站上输入地址，最后锁定了偏远贫民窟的一栋楼房。我兴奋地站起来，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但在我45年循规蹈矩的生涯里，终于出现了一点有趣的事情。无论是荷尔蒙的驱动还是好奇心勃发，我都决定一探究竟。别惹麻烦，小子。出门前，我看见父亲挺着大肚子，手中拎着琴酒的瓶子，说：“去你的吧！”我同23年前一样，大步走开。大学时，我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热衷时髦的东西，直到26岁那年，我才得到了心爱的川崎摩托。但当时的朋友们早已经玩腻了。我骑着这台摩托去工作，人们总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和我离经叛道的座驾。终于，年轻的我妥协了，将心爱的摩托同我的叛逆一同锁进了储藏室。但现在，我重新取出摩托，灌油打火，让轰鸣声在午夜的整条街道回荡。这一刻，我无聊太久的人生有了一点点追求快乐的强烈渴望。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加入一场改变人生的手指聊天。一电到已经到了，我熄灭发动机，关掉车灯，死一样的寂静迅速将我笼罩，唯有289号破碎的玻璃门前亮着一盏微弱的光，灯罩微微晃动，发出不祥的声音，后背渗出冷汗。我摁亮了老式手机的闪光灯，推开289号的大门，顺着长而狭窄的水泥阶梯向下走。不知过了多久，通道的尽头是一扇绿色的大门，门上大大的字母 S。 我心情复杂的考虑着，陌生女人传递的信息是异性邀约，还是某种神秘组织的暗号呢？我舔舔嘴唇，推门进去。那一刹那，我感觉头皮剧烈收缩。室内是一间相当大的地下室，几十个身穿连帽衫的人盘腿坐在地上，手拉着手。人们闭着眼睛，没有人说话，每张脸庞都浮现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愉悦，仿佛在进行着某项诡异的仪式。我悄悄地向后退步，想要逃离这里，一步一步放慢动作，伸手掩门。突然，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背上，惊得我汗毛竖立。随着手机掉落，最后一点灯光熄灭了，我僵直身体，无法思考。一根手指在我的掌心轻轻移动，熟悉的酥麻感是那个女人。我努力分辨她写的字，别怕，来分享传递。我一头雾水地被那个女人牵着进入房间，她的手指还在我的掌心移动，手心的触觉逐渐化为带有感情色彩的句子，恐惧感像阳光下的冰雹一样融化。我渐渐习惯失明般的漆黑，习惯手心的触觉。在她的介绍下，我明白了这场诡异的仪式到底是什么。这里静坐的人们正在进行一场手指聊天聚会，参加聚会的人围成一个环，相互连接，左手写字，右手当别人的写字板，话题随意，但不能单独对话，只能保持信息的
单方向流通，这种形式来源于古老网络拓扑结构，是为分享思想、传递观点产生的。我虽有些一知半解，但还是被这个奇特的聚会深深吸引，主动加入。一个陌生的手在我的掌心快速书写，我只能抓住其中的关键信息：反对党、丑闻、下台风波，是我感兴趣但网络上从来没人提起的话题。我努力地融入这场谈话，但遗憾的是，直到聚会结束，我也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姓名。第二天，警察登门来调查昨天的扰民事件。我想起那个女人曾被警察追赶，不由得有些紧张，但还是保守了这个秘密。警察走后，我焦急地等待天黑，翻出学生时代的连帽衫，衣服上还印着史蒂夫·乔布斯，一个当代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却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宗教领袖。市府广场在抗议示威，标语牌上的涂料花花绿绿，不知为何我无法看清上面的字。乘坐出租车到达伊甸道，这里仍静得像一座坟墓。我兴奋地走入地下室，在黑暗中走下楼梯，期待着伸出手，却不料摸到的竟是冰冷的墙面。楼梯尽头竟是一个死像，难道是记忆出现了偏差？我感觉血液涌上头顶，仿佛看见父亲嘲笑的脸。你的朋友去哪儿了？我说过了，别惹麻烦。住嘴！我大声叫道。我仔细检查墙壁，发现这堵墙是水泥临时砌成的。我有些庆幸昨天的一幕不是幻觉。等到凌晨两点都没有人出现，我便返程回家。打开公寓的门，却发现家中有人。那个女人坐在沙发上，短暂的震惊后，她向我解释了聚会地点的更改，提到了这个世界的无趣是因其处于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还不等细说，窗外便传来了警笛声。匆忙离开前，女人写道：“如果愿意的话，明早六点，市政广场，改变世界或后悔终生，都因选择而改变。”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光头的男人比较性感。说完便翻窗而逃。37岁时，我陷入深深的抑郁。我感觉网络电视中的自由精神正在死去，腐烂的味道在世界蔓延。因此，我被房东太太送去见精神病医生。医生却说，他所看到的是社会与民主的进步，并给了我一些药片，治疗很有效。我渐渐习惯了平淡的电视与网络，习惯了这腐朽的世界。直到他的闯入，打破了这平静的假象。手指聊天带来的真实感，让我感觉8年前逐渐死掉的那些东西，像春季的昆虫，在地下悄悄破茧重生。班后，我走向地铁的反方向，剃了个性感的光头。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市政广场，人影在雾中逐渐聚集。很快，超过100人的圆环稳定，参与者开始用手指高速传输信息。我们讨论摇滚乐队，讨论宪法修正案，环网忙碌有序。突然传来一条信息：我的名字叫 Daisy， 致性感的光头。这条信息使我感到欢欣鼓舞。正撰写评论，网络的微微动荡使我睁开眼，只见周围有很多人在围观，他们茫然于没有标语口号的我们在抗议什么。几辆警车停下，防暴警察一拥而出。自由两个字以最快的方式在网络中传播，我们用最大的音量向政府机器呐喊。慌乱中，我传出 Daisy 我爱你，就被警察扑倒在地。我仿佛看见父亲俯视着我说，别惹麻烦。我吐出一口口水，去你的。顺利入住监狱。午饭时，一个红发同性恋紧紧抓住我的右手，我毛骨悚然。他的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移动，我感到熟悉。很快，我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手指聊天聚会的成员，让我去阅览室找一本哲学大使观。午饭后，我来到阅览室，顺利找到了那本书。在封面内页找到了用密集小圆点排列的新型盲文。熟悉了阅读方法后，盲文的内容使我后背发凉。这个世界处在阴谋与谎言之中。国会秘密通过第33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一套高效系统以太对可能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信息进行过滤及替换，最初只是在网络上，随后他们向空气中散播纳米微机械。这种设备悬浮在空气当中，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直至到达预定浓度，他们会自动侦测具有潜在威胁的文字、可见光信号以及声音音波信号，并且将其替换为无害信息，附着在印刷文本表面，改变声波扩散形态，向信息接收者发布欺骗信息。这就是我看不清标语的原因。就这样，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这是享乐主义者的美好时代，没有争执，没有战斗，没有丑闻。当阴谋论者被关入精神病院，最后的革命者在孤独的电脑屏幕前郁郁而终。等待我们的是脆弱而完美的明天，彬彬有礼的悬崖舞者，建在流沙上的华美城堡。20年内，以太还没有欺骗人类精密触觉的可能性，现在选择权就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加入以太无所不在监视下唯一的最后的反抗组织，加入虚假世界内仅有的真实手指聊天聚会，欢迎你。
合上封皮，我心里早已做出选择。再见到那个红头发时，我径直走过去，拉起他的手，在他手心我写道：“我加入。”他向我介绍了内部刊物的位置，还对我说：“女监区有个女孩向我传达对性感光头大叔的问候。”我感觉落入我心间的蝴蝶在猛烈的颤抖，在红头发的手心中，我激动地写下：“我爱你 ，Daisy。”以太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这个故事和我们曾经更新过的马伯庸的《寂静之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暗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而对我们的言论和精神的控制，最现实和直接的则是网络娱乐信息对精神的麻痹。不同于政府的强制性，这种控制下的人们是不知不觉并乐在其中的。在这种控制下，人们沉浸在娱乐当中，日益无聊，缺乏思考和自由精神。就像《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场景，人人幸福而快乐，但缺少思考和怀疑，人类就不能称之为人类，这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而很多时候，我们正站在通往毁灭的道路上。以太意犹未尽，逐梦脚步不停，感动三十国读者的年度暖心大作打字机上的缪斯来了。即使每天不被理解100次，我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每个逐梦者的心灵呐喊。坚持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一点。今天小强就把这本打字机上的缪斯送给大家。